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夏之露吧，快乐大本营，凤凰传奇，筷子兄弟，两大神曲天团空降大本营，两大组合首度同场拼才艺，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怎么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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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算了吧。勇气大考验，两大组合上演巅峰对决。看看你那个熊样。高老师，你上来过吗？我没有。抬腿没问题。下面不要发出声音来。现在肖央那边好像已经慢慢的适应了，他现在悠闲的叉着腰，看着底下的观众。我腿能再哆嗦。先下手为强。可以，你别动。您动一下。谁能折桂？两大组合惊爆组合危机。你们在这么多年不和之后，关系有没有融洽一点？从来没好过。也没好过。他真的嫌弃过他的是什么？很多啊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拉倒捅我呀？关于你们就是筷子兄弟要解散的传闻，有这想法，就是因为上回来上了男神记，因为我们俩都准备单独走男神的路线，准备分头去韩国治一下口病，然后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迷你版凤凰传奇来踢馆。我们 CC 今天还有个节目，对不对？你要模仿谁来着？真假菱花大考验，曾毅能否成功化解解散危机？到底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哪位是菱花呢？杨紫。这个环节好像唐伯虎点秋香。杨紫。啊哈。对不对？嗯。二号。更多精彩，尽在夏之露吧，快乐大本营。我们